易睡眠而苦修，日积月累的疲劳导致尊者双眼全瞎，但他仍不退以发愿心，持续精进修行。佛陀慈悲传其金刚照明三昧，尊者证得天眼通，成为十大弟子中的天眼第一。一心顶礼尊者阿那律，祈愿大众见舍利生欢喜心，并学习尊者精进修行，不退愿心，以自信慈悲的心眼生出清净世界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。大家阿弥陀佛，请看八关斋戒的背面功德。那这个世界唯一的真理，就像虚云老法师入涅槃之前讲了两个字，整个佛教的真理不离开这两个字，念一下因果啊，这就是佛法啊。所以得到什么结果，一定有当初什么样的因缘啊。好好坏坏都是因缘果报，所以叫因果。所以我们学佛了解相信因果，那你就要种善因断恶因，
那过去我们曾经种了坏的因，所以我们懂得忏悔。但是痛苦来了，不要怪东怪西啊！我这辈子长得很矮，你不要怪爸爸妈妈，是因为我们种了一个矮矮的因，这样。啊，这辈子长得不漂亮，你会觉得不舒服啊。那为什么长得不漂亮？念一下：爱生气，爱骂人，不会供花，长得丑陋。很简单，这辈子为什么长得很漂亮？修忍辱，多供花，喜欢微笑，乃至呢装饰哦，道场庄严，所以长得漂亮。那天上不一样，天上的人不会嫉妒，人间的人有钱没钱、漂亮丑，他还会不舒服，会嫉妒。天上人只有一个习惯：哦，你漂亮，我很想知道你什么因，为什么漂亮，我要学你。他就这样，这叫天人啊。所以天人没有嫉妒了，那阿修罗道会嫉妒了。阿修罗道虽然有福报，也简单的说，各位这辈子很喜欢布施啊，很喜欢做好事，但是你还有嫉妒心，希望赢过别人，那你就会投胎阿修罗道啊。那你这辈子很喜欢布施，孝顺父母，又喜欢布施跟守戒律，那你会升天，而且你一直想要去学怎么样能够更有福报。所以佛陀讲了两句话，大家背起来：来，持戒得升天，布施得大富。那所以简单的说，各位要得到幸福快乐富贵，那一定要守戒律。什么叫戒律？在陪着孝顺父母，尊敬师长，不伤害众生，守五戒，修十善业。那各位这个一定要会懂。释迦牟尼佛他是圆满觉悟的圣者，他不是神啊。神很快乐在天上，但是等他快乐欲望享受完了，他会轮回啊。所以这个叫六道都会轮回，那我们也是六道之一，人道。所以各位要把握这一辈子，多做善事布施啊。所以一个人能够这辈子赚大钱，大老板，生在有钱的家庭，他一定要有过去是布施的因啊，帮助别人吧。我想各位今天法会现场有很多义工菩萨做了很多布施，从前天、昨天、今天到现在都还在布置了，还没有布置完啊。那这个布置要花脑筋，要花钱，要花体力，但是每个人想的他就是希望把这个超度坛城，因为清明报恩节越来越庄严啊！因为这个庄严是一种孝顺，是一种报恩。就像你很爱你的爸爸妈妈，你赚了很多钱，你买了最好的东西，买了他最喜欢的，用尽就是要让他快乐，所以把它摆得很庄严，就是希望所有众生快乐。那最快乐是佛了，因为慈悲才是供养佛啊。所以给别人、给众生快乐叫慈，慈啊。所以要得到什么果，那你就要种什么因。那特别我们今天又更高层次了，刚刚讲了守五戒、修十善业，那做人快乐，来世快乐，有人天福报。那佛陀进一步要我们追求解脱的心，那就是斋的意思，守斋戒，身口意，特别是内心里面清净，没有欲望。所以今天各位啊，过着很清净的一天，就可以种下解脱的因，没有欲望，没有吃的欲望，吃素，过午不食，
不爱漂亮，不唱歌跳舞，不睡卧高广大床，没有男女的啊性行为等等等等。那这样你就可以进一步证得解脱的因啊，那让别人吹电扇，生生世世不怕热啊。有些人不会怕热的，你再怎么热他不流汗啊。有些人不怕冷的，那地狱里面有一个叫大寒地狱啊，超过人间最冷的40倍。那你想想看，人间最冷大概摄氏50度，然后呢40倍、7倍，一直到49倍，那没办法形容了。还有叫大热地狱啊，也是人间最热的温度，然后呢7倍，然后一直上去，一直上去，14倍、21倍，那没有办法忍受的热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大寒大热呢？那因为过去生气这个因，然后恨别人的因去伤害到别人。比如说我恨这个人，过去把他杀了，我不高兴啊，所以这只狗咬我儿子，把他给杀了。那这样子的嗔恨的杀业就会堕落地狱，然后按照你的行为18层地狱，每一个地狱，大地狱有中地狱500个，小地狱无量无边啊。那这些痛苦没办法形容。所以各位呢，地狱最短的寿命191年啊。那你想想看，你5分钟肚子痛就受不了了，还191年一直在热冷被砍被杀被火伤害。但是得到地狱的果，当然他要造下地狱的因才有办法。所以各位在这一点千万不要为了自己的利益快乐去伤害到其他人，伤害到国家，伤害到其他众生，不然1000000000倍会伤害到你。你这辈子欠人家10块钱故意不还，下辈子你要还100万，在下一辈子你要还1亿，然后就一直轮回，你都不还，碰到了，然后下辈子你会被倒10亿，然后想要自杀。因为一个人能够赚到1亿、10亿，那要花好几辈子的努力，就一下就被倒掉。因为果报成熟了，就像一个小小的种子种下去，开花结果，变大水果，变大树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守八关斋戒，这8条戒律大家守好。那佛陀跟我们说有12种功德，但是各位不是贪功德，我们有这12种功德，我们把它布施给众生啊。你今天守八关斋戒，给你爸爸健康，今天你守八关斋戒，你回向所有的病人、癌症病患，所有的老爸爸老妈妈都得到我受戒的功德，你回向的5个对象变5倍，你回向10个对象变10倍。那你想想看，你回向所有生病的人，那无量无边了，那你的功德变5000000倍。所以各位要懂得赚功德了。这样所谓因，因就是你守一个八关斋戒，缘呢，你缘所有众生所有世界都得到我的功德。所以虽然种子很小，但是这个缘你发心很大，所以果报不一样。我在教各位算术计算题啊，如何把自己的生命呢算一算变成最有功德，这样免得浪费生命啊。所以你布施10块钱回向给3个人，那3倍的果报。但是我布施10块钱回向给非洲所有贫穷人，那非洲假设有10亿人，那就变10亿的果报啊。回向给所有恶鬼道，那没办法算了，回向给所有地狱道。所以佛教里面很喜欢讲这句话，来回向众生啊，你心里面要这样想啊，回向所有众生，这里面包括70几亿的人啊，那天道的神那更多啦，地狱鬼道。那所以各位，这个就是虽然我们种了因只有10块钱，但是我有这个悲心的缘，
所以结果报应就不一样。